我知道了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调令下来了，走得好。那未来怎么不开心啊？杰森调令啊，调了回法国，走得好。为什么呀？有新情况啊！你没看杂志？什么杂志啊？又怎么了？ 大家注意了，我有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因为殴打客户，导致合同流产，造成公司损失，蔚蓝扣发一个月的工资，降为普通销售人员。从现在开始，经理的职位由邢敏接替，周末集体加班，就这样。打人不打脸，小敏给蔚蓝当头，这不恶心蔚蓝吗？这是要逼蔚蓝辞职呢。 康宗业太狠了吧，骨灰级女魔头。米兰姐，邢经理，我很快就收拾完，这个办公桌以后就是你的。米兰姐，你还是叫我小敏吧，你不用有负担。私底下我们一样还是朋友，在工作上，我一定会配合你。米兰姐，好了，快去收拾吧。 小长，这里是办公区，咋咋呼呼的说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来来来，你大胆的说出来，说说说说。我帮社长传达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子林。 我刚才怎么听见你在拒绝社长的任务是吧？我很不好嘛。年轻人不要取得一点点成绩。不用说了，我懂。嗯，好，这个态度很对嘛。所以说，做人。王副主编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去看资料了。我跟你，我说完了吗？说了，魏经理。 整个公司上上下下现在都在议论纷纷的，在这个时候给他降职，有很多人都误会您是不是想故意报复他，甚至不少人在猜测，您是想逼他辞职啊？是吗？那你呢？你是怎么看的？你觉得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了。那你怎么认为？ 哦，没关系，尽管说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影响很不好。如果处理不恰当的话，公司高层肯定不会满意的。可是魏经理是有能力的，如果他真要是离开了，对我们销售部来说也是一个损失。所以您现在给他降职，不仅给公司领导们是一个交代，而且可以继续把他留在销售部。 行了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没事了。哎，你身上怎么那么烫啊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去给你倒杯水，吃个药吧。别走，就在这陪着我。好，我不走。
我现在被降为普通组员了，这个月的工资也没了。我爸的住院费用，还有咱们的房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嘘，这些你都不要想了。没事，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就好好睡一觉，等明天一早天一亮，一切都没事了。真的吗？我保证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刚要走，店里来辆车，老板非让我修完了再走。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看把你跑的。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报恩呢。啊？我就说我的眼光不错嘛。服务员，开票。哎，等。怎么了？我平时不穿这种感觉的衣裳。你这种衣裳总共只有两件，还是3年前我给你买的。你看看你现在穿的那衣服都多 low 啊！哪儿 low 了？我人长得帅，我穿什么都好看。不是，关键是这种衣服平时穿不上。你说一天24小时，我起码有14个小时躺着的，晚上躺床上，然后白天躺车底下。那你不还有10个小时没躺着呢吗？难得有一件衣服把你捯饬的那么精神，买了。哎，我没带那么多钱。我没说让你付钱，我送你。那更不行了，那我凭什么让你送我这么贵衣裳？我今天就是来报恩的呀。上个星期，你猜我卖出去多少份保险？多少？7份，而且有5份是你介绍的。那这是好事啊。就是呀，在你们店里买车的那个人，他一口气找我买了3万多的车险，你猜我能提升多少？多少？我能提升50%。所以我给你买件衣服，应不应该呀？买单吧。哎，那个，我们再想想。哎呀，听话。不是，你要感谢我，你也不至于给我买这么贵的衣裳啊。咱俩去夜市地摊里随便淘2件不就完了吗？你700块钱，能给我买8、9件衣裳呢？你再说了，你这才刚进公司没多久，你万一下个月卖不了这么多保险，你怎么办？立斌，你真好。没事吧，老婆？没事。哎，老婆，你好像真的有点发烧啊。昨天就应该让你吃个药预防一下。你今天是不是很难受啊？就是有点口渴。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去啊。嗯。现在几点了？快8点了。嗯。完了，我又要迟到了。你今天生病了，就好好休息一下，请个假吧。今天别去上班了。这个节骨眼上，不上班是肯定不可能的。放心，我没事。老婆，我以后真不能让你再这么辛苦了。你上个月提成奖金发多少？干嘛？我就问问。
你发多少？四千。咱俩差不多。你知道吗？人家大客户部挣的比咱们多一倍呢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要不怎么说在销售部倒霉呢？每天累死累活的，就挣那么点儿。那也不一定。你看人家王伟，一个月光接私活能赚不少呢。多少？两。两万啊？真的假的？爱信不信。那他怎么每天还开辆破大众来上班啊？人那叫低调。你给我说说他怎么接私活的？我听说他和保利还有德华的老板特别熟，总是把咱们这儿的单子签到那儿去，怪不得呢。要不然他怎么能赚那么多呢？你说我手上怎么没有那么多门路啊？你手上不是有一大堆资源的吗？我可不敢，撑死胆大，饿死胆小的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好一曲琵琶语，每每听来都不禁感时伤怀，悲从中来啊。何总，白经理啊，别来无恙啊。何总，好久没见，您还是这么高雅。谈不上。何某乃一介草民，只不过是喜欢一些阳春白雪的玩意儿。俗世之内孤独啊。何总的境界哪是我们境界，就是境界。当今中国商界看似发展迅猛，实则人浮于事，在商的只会言商，但凡你跟他讲一点高雅的文学艺术，他就傻眼了。归根结底就是缺少这点境界。是是。身价几十个亿的大老板，你让他来听听这首《琵琶语》，他能听出老夫这份感动和情怀吗？说穿了，不过是些俗商市侩为了几个铜臭争来争去，着实没什么意思。不入老夫的慧眼，像百经理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的修为，能谈到境界，难得，实在是难得呀。哪里哪里，我也是跟何总现学现卖。坐坐，可不要跟我学呀，高处不胜寒呐。我的境界孤独，太孤独啊。我哪能修炼到何总这个境界啊？我这次来就是跟您谈些俗事。俗事不着急谈，来先品品我的好茶。怎么样啊？何总，我不太懂茶。但说无妨。这茶汤色金黄，香气馥郁，滋味醇厚，甘回悠久，喝完之后还有一丝恰到好处的微酸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是安溪的观音王，对吧？哦，百经理果然懂茶呀。家父也喜欢喝茶，跟着略懂些皮毛。知音呀，咱俩要不合作都对不起这份缘分。啊，是啊，何总，我要谈的俗事啊，就是这个。听您上次说，贵公司有一批存货，想让我去找销路，不知道现在脱手了没有？怎么有眉目啊？是这样的，歌华的王总让我帮他找一批货源，只是价格稍微低了一些，不知道何总。低，能低到哪儿去？我何某从来不缺钱，也不在乎钱。那太好了。如果何总真愿意合作的话，我可以帮您跟歌华联系一下。可是何总，有一点希望您能够明白，就是歌华那边资金确实是有些紧张，他们不想通过我们 MT 公司做中间环节，这样可以省去一笔销售佣金嘛。只要这批货能尽快出手，你的佣金我一分都不会少，完货款的10%给你分点，20%，就算我送给知音的见面礼。再说以后我们还要经常合作嘛。
啊，不是何总，我现在毕竟是 MT 的人，这要让大家知道了，会让人家觉得我拿公司的资源给自己赚钱的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这是我何某做事的境界。来，简言少说，喝茶。 这瓶眼霜给你用吧，不要拿走。你傻呀？这东西在这买多贵啊！我打算一下飞机就去免税店狂扫一顿，什么Burberry啊、Westwood啊，刷刷刷都买起来。哎，你需要什么随时微博，我帮你带。姐天生皮肤好，不需要这些，你省省吧啊！你这毛病得改，这叫什么毛病？ 这17、18岁，这叫毛病。这27、8岁，你还不保养？这犯罪，你知道吗？犯什么罪呀？我得罪谁了？得罪你这吹弹可破了小皮肤。你看你这鱼尾纹，有吗？当然有啊。鱼尾纹仅仅是一个开始，你接下来黑眼圈、眼袋、法令纹、黄褐斑，这一发不可收拾。最后只能拉皮了。拉倒吧你！我这可是为你好啊。你说我在家的时候还能监督你敷面膜什么的。 我不在家呢，谁帮你挤黑头啊？谁帮你挤痘啊？你现在也是有心上人了，姑娘，你能保养一下你这皮肤吗？操心，你就是操心操的，你就是为那个夏丽萍操心操的。谁有心上人了呀？我是为我姐操心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帮你订了一份人身意外险，我又没问题，买保险干嘛？此言差矣，不是要出国了吗？我给我自己订了一份，也顺便帮你订了呀。 就是在你给我介绍那个保险推销员那儿订的，你记得签字啊。钱小美，对，我就是钱小美。昨天啊，就是我跟您联系的。这是我们公司专门为中老年人制定的保险计划，一人投保，两代养老，三代人受益。只要您交满15年，就可以年年享受分红，到了70岁可以领取全部奖金。如果您实在活不过70岁的话，打住。 我今年已经64了，你祝我活到了70。哎，阿姨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叫我阿姨，我都可以做你奶奶了。阿姨，大姐，美女，脾气怎么那么暴呢？ 喂，你好，我是汇联保险的钱小美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哦，紫菱姐，有时间有时。 何总，怎么了？您开合同也签了，定金马上就会给您打过去，之后你得赶紧给他出呀。放心吧，我回去给他安排发货啊。哎，何总，啊，今天我跟你不说漏，我就不送你回去了啊。不是，我的那个20%，只要钱一到我账上，我马上就把中介费打你卡里，一分都不会少你的啊。放心吧。谢谢何总。老弟，境界。 境界啊！何总慢走。谁啊？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小点声！你不是有人欺负你吗？我这抱怨掰手就来了。哪儿呢？哎呀，开玩笑呢。我找你有急事儿。 坐吧。吓我一跳！这上着班呢，什么急事啊？请你吃饭啊！这叫急事啊？我直说请你吃饭，你能来吗？给你点了冰奶茶，喝吧。不是，你谢谢我，这我心意领了。来，嗯。
奶茶我要喝了，饭呢改天再吃，我上班了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还约了你的朋友呢，他还没到呢。谁啊？他呀，不但在我这买了好多保险，而且还介绍了好多朋友来，我得好好谢谢他。到底谁啊？你凶什么呀？没凶，我就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到底谁啊？徐子林。你叫他来干嘛？你这不开玩笑呢吗？他不能来吗？不是，能来能来。人家是大记者，认识的人肯定特别多。我想，如果他能帮我推广推广的话，那我的保险一个月肯定能卖出去好多呢。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，别走，你走哪儿去啊？我上班去，我。哎，你别，那这吃一顿饭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啊？好点声，那么多人呢。我身上脏，哎，我不嫌你脏。我怎么着，我得换身衣裳吧。你这衣服怎么了？这个衣裳挺好的呀。那个我肚子疼，我上个厕所啊，五分钟。下来一遍。钱小美，你叫我小美就好了。小美，嗯，啊，坐吧。好啊。热吧？还好。你要喝点什么呀？都行，这不有这个吗？喝这个就行。这个不行，这个是夏立冰的。夏立冰在啊？对啊。他在哪儿呢？他去洗手间了，很快就回来。啊。你再点一杯吧，想喝什么？柠檬冰茶。嗯，服务员，柠檬冰茶。嗯。你我买，这多少钱？哎，有我能穿的裤衩吗？这多少钱？能打折吗？行，我根本没带那么多现金，就刷卡行吗？该我去杂志社的，那么热的天还让你跑一趟，真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我正好出来采访，顺路了。合同都是统一格式啊，我也没想改，挺清楚的。那签上名字跟日期就可以了。行，在这儿哈。哎，对。哎，笔。谢谢。子琳姐。我们公司呢，经常都会有很多活动，到时候有什么好的礼品啊，我都给你留着。行，谢谢啊。哎，我这衣服能先放你这儿吗？啊，谢谢啊，我一会儿过来拿。哎，你不换双鞋？你会说话？Of course。这个夏立冰真是的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还不回来。他这么不靠谱一人，肯定在半道又遇上狗血事儿了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嗯。来了。哎，你可回来了，子琳姐等你都等着急了。是啊，你再不回来，我都准备去捞你了。啊，这不好意思。哎，你这衣服。是啊，你衣服怎么这么脏？怎么弄的？哦。对呀。磕哪儿了呀？没事儿，我这给。我自己来。
有这儿这儿，擦一下。行，你们也别站着了，赶紧坐。哦，这儿，擦一下。你也别傻站着了呀，坐呀。啊，我还是坐原来的位置。子菱姐，丽斌啊，他老夸你，说你啊，不但文章写得好，还特厉害，恃强凌弱，打抱不平，跟个女超人一样，对吧，丽斌？啊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他总说我是八窗根的小狗仔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对什么对啊？啊，不对。他这人啊，就这样，天一热就胡说八道。我习惯了，总是那么不着调。你渴呀？不是那个。你不热吗？你不渴啊？喝我的吧。哦，我没喝过，我这干净的，你赶紧喝吧。太腻了。你不知道吃冰对你自己的胃不好啊？谈话啊！你别介意啊，咱这人就这样。你别话。喂，少少。什么？现在就要去开会？开会重要啊，这得去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见。嗯，赶我走啊？我没赶你走，你是工作是第一位嘛，哈，就是我这人挺忙的，一会儿我也得赶紧工作去。哦，也不是那么忙。啊，那要不然我再陪你们多坐一会儿。子菱姐，不用了，你有事儿你就先忙你的，这个保单呢就先放我这儿，回头有什么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好了。行，那也行，谢谢啊。那个，我改天请你吃饭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，走了啊。你说现在这女孩还动手打人？疼不疼啊？你不熟，你上来就动手，怎么这样啊？不熟吗？不熟啊，真不熟，就刚认识没几天，他连我干什么都不知道。真的？真的。刚才怎么不喝呀？刚才有点顶。哎，你这是什么口味的？跟我那不一样啊。还是你了解我，把飞镖给我带来了。这个比那人参鱼肝油强多了，哼，老拿着我当老年人看。没了？啊，再来一局呗。行了，别扔了，你看看你那水准。你老扔，你心脏受得了吗？那所以他得练嘛。自从我到这儿以后啊，我那心情好多了。哎，只要我不在你们那屋子里待着。只要我眼前都没有摆平的坏小子在晃荡，我这心情啊，哼，就好得不得了。高兴就行。真不再玩一把了？哎呀，我没那心思。怎么了？碰上什么烦心事了吧？没关系，有什么事啊，跟老哥说，老哥帮你排忧解难。说吧。我吧，嗯。我就是你等等，这个表情
我认识。我敢跟你打赌，一定跟一个女的有关系。啊，等等，这个女的，她是小美，对不对？啊，她有困难求你帮忙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。你还真就帮了她。啊，她啊，对你非常的感激。对，就是突然对我很友好，很温柔。可是，当你带着贴心的礼物去找她，想跟她，那个的时候，哪个不重新和好嘛？是不是？他接受了你的礼物，但是却拒绝了你深情的拥抱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嗯，你这说错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礼物有啊，拥抱也有，嗯，但是，嗯，礼物是他给我的，拥抱也是他搂我，这就不更不可能了。对啊，我当时就这么想的，这不可能啊！不是，那你还你还烦什么呀？就是吧，有这么一个，一个什么？一个女的。废话，我还不知道是个女的。你这能聊不能聊？好好，你说，一个女的怎么了？就是有那么一女的，我就觉得她嚣张跋扈、嫌贫爱富，嗯，反正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嗯，然后每回我碰她吧，我就特倒霉，嗯，特受挤兑，嗯，后来吧，我就找一机会，我骗他一顿，然后就算报复他了吧，让他尝尝受挤兑什么滋味。怎么骗呢？我就说我是一土豪富二代，我有家族企业造汽车的。这小子吹牛都不用打草稿啊！不是，我就一冲动吧，我就那个天赋挡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别不要脸了，小子，你别说你啊，你小子跟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还真一样。行了，你先别拿我开心了。随着我慢慢了解他吧，我发现这女的就没那么可恶。就现在该怎么办？那只能用这一招，赐教。嗯，请赐教，什么意思？请赐教，你说招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就直说吧，是出招，还赐教？那不是，好好，你听着啊，将错就错，接着演。不，这什么招啊？什么招啊？高招。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那我找他去。别等，冷静，淡定。我告诉你，男人最忌讳的就是冲动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今天就是他给我灭了，我也认了，谢谢哥。行，我你再想一想，哎，有话好好说啊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今天哪儿不对劲儿吗？没有。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女的。你找我要说什么呀？啊！别吞吞吐吐的，我是个急性子。哎，要不咱先吃东西吧？吃什么？你定呗。让我定的话，那不就是担仔面？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加香菜。哎，那干嘛呢？哎呀，哆啦 A 梦！什么？机器猫、叮当猫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们以前都看《大闹天宫》。什么真土？我觉得叮当猫是所有卡通人物里面最帅的。我小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就在想，我要有个叮当猫就好了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你喜欢啊？嗯。怎么了？站这儿不动啊！你干嘛？不许出这圈，等我来救你。神经病！哆啦 A 梦，多少钱？20块钱一个，随便挑。哦，这是粉丝都好喜欢的。
啊，这个是原状的，我也不行。这我好喜欢啊！啊，好 man 呐！钱，妖孽！师傅，我把这妖怪给你捉来了。真不愧是个土豪，买个棒棒糖买这么大个儿的，我喜欢，我都舍不得吃了。嗯，尝一口吧。我就不吃了吧，你都不舍得吃。赶紧的。吃饭去吧。谁让你出圈了？少来！是骗人的。老爷们儿。老娘们儿。凭什么给你那么多呀？哎，凭什么不给啊？他一个开宝马的，干嘛呀？这点钱对他来说算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开宝马的活该被你坑啊？你缺心眼啊？你给他那么多，啊？你这样吧，你让你报警，我就不相信你真敢报。都来评评理呀！开宝马的欺负人了。哎，你给我起来，起来，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伤了。快起来！哎，你什么意思你啊？还现在伤得不够重是不是？走到医院验伤去。你看我不报警抓你们的。行啊，你报啊，你报啊，你不报我还要报呢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千万别添乱了。哎呀，你看我都把人撞成这样了，你也是开宝马叉六呢，你别这么抠啊。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善良呢？我真的是服你了，我亲眼看到这男的往你车上撞的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给他钱，干嘛呀你？干嘛呀你？哎，你演的比我好，当个群演吧。去，别话没说完呢。我觉得你这一天片酬得500块，我看上哪儿呢？哎，别拦着，疼不疼？疼不疼？啊？哟。蜂蜜吧，这是啊！你干嘛呀你？都伤成这样了，你想打人呢你？这不是你打我吗？哎，这啊！哎，大脸猫，你来尝尝。看了没？蜂蜜做的。哎，是甜的，是甜的，他是个骗子，他是个骗子。
王总，别打了。